服装吧。编那个编。那现在先说一下这次去海边拍摄的心情怎么样？很热，然后头发打绺，满身是汗，粘茬了。现在拍摄里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？但是我拍了美美的照片啊。听说你还在海上荡了秋千，开心吗？真的是很幸运啊。你们一定要晚一点去，那个王婆娘的下午千万别去，全部都是人，很晚很晚，你睡到明天早上去，那片海那片地都是属于你的，只不过它是黑的。你还记得你上一次去海边是什么时候吗？上时宣传的时候去三亚。哦，那你自己喜欢大海吗？谁不爱大海啊？谁的内心都有片大海。那你过去的一岁觉得自己还有什么遗憾吗？过去的一岁拜拜。